总有小宝贝儿让我录这个视频呢，花了我半年的早餐钱呢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就想要你那一颗尊贵的小红心，皇帝蟹12斤，看它，哎，我看看，哎呀，这膏啊，兄弟姐妹先吃。我尝尝啊，哎呀，这膏啊，确实好吃。那这个东西还是很美味的啊。